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看课本99页，看到第三这里在解释那么讲《般若经》的时候有四众那为什么那么这个比丘比较多？比丘尼比较少，那为什么只有赞叹阿罗汉那么为什么在家中那么没有证阿罗汉的那再讲这个。好，那现在看到第三般若大会中的声闻为什么数量这么少？那因为这个是在说明《般若经》里面的阿罗汉只有5000人诸500比丘尼那前面我看是这个多少几千声闻大概差不多8000还是几千前面有讲，看一下。在最前面得十三根最前面大数也是5000那声闻里面那比丘尼也是就是这些这里在讲到这个为什么这个《般若经》里面的声闻这么少？因为其他的来看《诸摩诃眼经》其他的大圣经，这个比丘有时候8000人，有时候6万人，有时候10万人这个《般若经》里面是他说《般若经》是经中第一大第一大，并不是说它是最多的而是说它是最重要的大概是这样就是说，而且如果要讲多的话，般若经也比较多，因为般若经的数量算是最多的。如果再把文殊般若算进去的话那比其他大圣经典的数量，就是它的类别那么算是最多的、最大部的在玄奘翻译的就有600卷龙树时代就有10万颂。其他的大圣经像般若这一类的也没有那么多那就是同类的了都没有这么多那当然这里除了最主要是说它这个是甚深义的那所以说诸经中第一大如主类品中说主类品，我们看一下上面31他说我以般若波罗蜜主类奴就是交付给你阿难，奴若受持一切法，除般若波罗蜜，若忘若失，其过小小，无有大罪那么奴若受持般若波罗蜜，若失一句，其过甚大那么奴若受持身般若波罗蜜，祸还万师，其罪甚多主要是般若是可以成佛的那众生凡圣的差别在于有没有般若的智慧。般若的智慧就是解脱的智慧，就是无漏的智慧，就是缘起无我的智慧也就是法性空的智慧。那么没有了这个法性空那他基本上就没有办法成为圣者。那么般若还有一个特点我们讲般若摩诃般若波罗蜜有两个特点，
一个就是抉择无我的甚深意，一个是显发菩萨的广大行。啊，那抉择无我的甚深意是凡圣的差别，显发菩萨的广大行是大小圣的差别。啊，这我们稍微想一想。啊，这摩诃般若波罗蜜，这我们上次有说过，摩诃般若波罗蜜，它的一个重点啊，所以他会说它是诸经中第一大啊，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个是般若经啊，那么虽然从数量上来看，它也是最多的啊。啊，它是深广广行的菩萨道啊，抉择无我甚深意。真正的无我，人无我，法无我啊，啊，缘起甚深，复甚深。那么显发菩萨广大行，啊，它是大圣的菩萨道，这个是凡圣的差别。凡圣的差别在有我跟无我，这个是大小圣的差别。啊，这是佛跟声闻的差别，啊，这大小圣的差别。那么菩萨啊，发菩提心，修六度四摄啊，那积功累德成道，成就佛道，啊，这个大小圣的差别。啊，那所以般若是所谓的第一啊，那么它前面都叫那个大啊摩诃，当然有很多大圣经典前面也叫摩诃了啊。那么所以啊。他说：“这个你如果忘失其他的，啊，那么罪还小啊；你忘失般若啊，那么罪就比较重啊。那这个是主类品里面说的啊，所以他说主类品中于今希忘失其罪少少啊，失般若波罗蜜一句其罪大多啊。那下面有引用，好，那么以是故知般若波罗蜜经第一大。”是第一经中第一大会，何以故声闻数少啊？这个是别人问的了啊。那为什么这么重要的经典啊？其实就是第一个重要的，第一重要的这么重要的经典，声闻中那么少，只有五千，比丘尼也五千啊。那么优婆塞、优婆夷啊，才各五百啊。为什么那么少呢？啊，答。第一个，甚深法宝不是常人啊，那这也是导师给他标题的。他说：“以是大经甚深难解故，声闻众少啊，就是因为这个般若经不容易明白，甚深复甚深，所以声闻众少啊。”他举个譬喻，譬如网有珍宝啊，这个般若是珍宝了。佛的珍宝不示凡人啊，不轻易展示给凡人看，是大人信爱者啊，就是只给那一些对啊，那么国王啊有信有爱的啊的人啊，那一些比较有名望的人，如王摩一时啊，就好像王大王要商量国家大事的时候。那么都找那一些大臣，而且是相信国王，而且对国王忠心啊的，有喜欢国王的这个人。那么当然想要害国王啊，不讨厌国王啊，那么不相信国王的人，你怎么他们商量啊？那么也没有意义。所以以诸大臣信爱智人啊，有智慧的，相信国王的啊，而且跟国王啊相应的。啊，那喜欢国王的，啊，那么聪明的人来怎么样啊？来共同商讨国家大事，啊，那么其他的啊，比较小臣啊，这样比较有分量的，那么比较小的啊，或是比较不相信国王的，啊，对国王啊不认识的啊，那么这些人没有办法啊参加开会，那么所有的人其实都一样，一个团体。都是那一些理事啦、监事啦、董事啦，那些
对这个团体啊，那么有贡献的重要的人啊，那么这些人基本上都具足种种的能力智慧啊，那么请他们来啊，那么讨论啊，那么这个团体啊未来要怎样要怎样啊，大概都这样。那般若经啊，他这里的意思就是，那般若经这么重要的一个经典啊，那当然主要是菩萨啊，那所以声闻众比较少。那第二个啊，导师说是德狗纯净，非为愚者啊。他说还有啊，6500人尽得道，虽不尽解甚深般若波罗蜜，皆能信啊。这是能够信，但是啊，不是完全理解啊。那就是说，虽然不完全彻底就近的理解般若波罗蜜，不过都能相信。那么因为这样得无漏四性故，无漏四性啊，这里底下有注解啊，它是什么啊？它是所谓的四不坏性啊，佛法身不坏性啊，圣界成就啊，这个叫四不坏性，又叫做四正见，又叫做四不坏境啊。那这个一般来讲啊，所谓的信啊，那么就是你啊，那么一般像陈维师论说的啊，于十德于三宝的十德人啊，佛法僧啊，那么僧人要义啊，这十啊，这个佛法的道理义理啊，缘起四谛的这些道理，你相信啊，而且没有怀疑啊，那这个对于啊三宝的功德啊，那么你相信没有怀疑，对于三宝，你如果依着三宝修行啊，皈依三宝啊，依教奉行，依着法修行，那么能够离苦得乐，离生死得解脱，你没有怀疑。那因为没有怀疑啊，那么心就清净啊，心清净主要是说啊，你对你内在没有怀疑的心啊，所以生忍要欲啊，就是你非常深刻的啊，真实的相信生忍是啊，生忍是啊，对于啊，对于三宝的实德人啊，就是三宝的这个佛法的真实地理啊，那真实义理，就是说缘起四谛的真实道理啊，那三宝的功德啊作用，那么我如果依着三宝啊修学佛法，那么实际能得到这样的殊胜，离苦得乐，离生死得解脱的殊胜啊，那么对这样的实德人深信不疑啊，而且生忍要欲啊，没有地方写了就不要写了啊，这生忍要欲就是你深信不疑，而且要欲就是你希求好要追修学佛法，那么内心沉静清净啊，那么这个基本上啊，就是所谓的真正的信心信。那么有了这个信心，你当然会努力的去追求佛法，因为你知道三宝的殊胜，完全理解，所以你会为了得到这种殊胜啊，就是离苦得乐啊，或者我们叫做离烦恼得解脱啊，离生死得涅槃。那么你会为了要得到这个殊胜啊，那么努力的去修学，所以这个叫做信为欲依，欲为情依，那么由此啊得到所谓的啊四不坏性啊，那佛法身啊，你再确信无疑了啊，那内心清净了啊，那么所以这个是四不坏性。那四不坏性基本上通常信行人会讲啊，得四不坏性，信心成就；法行人会讲得法眼净啊。那么通常都是一样，那么基本上都是证初果啊，证初果啊。所以啊，他说不尽解甚深般若波罗蜜。那通常如果依部派的来讲，你证初果的人啊，还没有把烦恼断尽。啊，那么对于无我啊，我们说般若最重要的就是抉择无我的甚深意。那么他对于无我的道理已经明白了，但还不彻底明白，因为他是断分别我见
啊，还有俱生我执，维系的我慢没有断，啊，所以到了四果才把慢无明啊，就是俱生我执断掉。那么出果已经完全啊，相信四谛的道理，啊，就是说已经可以，就是说对四谛的道理没有怀疑了，然后对佛法深啊，那么是完全的相信，没有怀疑，实得人是没有怀疑，而且他一定会依啊依这个戒啊，会有清净戒，所以基本上是所谓的圣戒成就啊，得无漏四性啊，这个性不是有漏的了，是无漏的了啊，是夹杂般若智慧在里面的了啊。那他是讲到这样啊，他说就算他还没有啊，那么得到甚深般若波罗蜜啊，得无漏四性。好，那么于经声闻众虽大多杂不尽得到啊。他说般若经里面的这个五千众啊，或是说这一些在家众啊，或是这一些声闻众啊，比丘尼啊，这四众啊，啊，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虽然多啊，但不是都得到的。般若经这列的这五千众啊，然后全部是得到的啊，至少是得四不坏性的啊。讲这个好，他说第三个啊，那复次世中先占千万阿罗汉众啊，他说也不是只有五千人啊，其实有非常多啊，但他不只是只有五千人啊，所以或几千或几万啊啊，或甚数千数万的阿罗汉啊中，摄取最殊胜的五千人啊。那么比丘尼啊，比丘尼啊，优婆塞、优婆夷也是这样啊。那么把最殊胜的拿来讲而已，其他没有讲啊。所以你会看到般若经中啊，般若经中的四众弟子没有那么多啊。他来解释这个，那我们会发现龙树在解释这个，就是所有可以啊想得到的啊，大概可以拿来解释的都会拿来解释啊。那从各个地方来说了，好。那这是大智度论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会从各个角度啊，有可能的答案，而且是合理的答案，他都会放进来。好，那现在这个第三卷就到这里了啊。啊，第四卷，那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几卷几卷，不是经文本身的意思，经文是几品几品，一品一品是一个段落啊。那这里是初品中菩萨第八啊，那几卷几卷是中国式的，因为他以前的书不是一本一本的，是一张纸的，那写到这张纸完了卷起来叫做一卷，那写不下去了就换到另外一卷啊，所以这个完全第几卷第几卷，你不要变成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不是，这完全是因为中国的那个纸啊，那个纸长度是有限的，那么字只能写到这里，那所以他就换下一张纸，那这些纸写完了是卷起来的，一卷一卷放的，所以就变成第几卷第几卷第几卷。那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就分成哦，现在到第四个段落了啊，不是，他完全是那个一张纸啊，到第几张纸了啊，那第几卷第几卷这样。好，那他接着前面讲啊，所以卷四这个。也接着前面那个问题说啊，就是这个是接着第三卷后面的问题中，那第三卷就是四众解释四众啊，所以初品中四众义啊，那么解释这个啊，接下来经啊，复有菩萨摩诃萨啊，就解释初品中的菩萨第八，还有开始又解释这个经，他说论若从上述啊，那么应先菩萨次第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菩萨次佛故。若从下数啊，就是你要照次第的话啊，佛、菩萨、声闻啊，就是佛、菩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你要从下数啊，就优婆塞、优婆夷、优婆塞啊，那么比丘尼、比丘啊，那菩萨然后佛，为什么啊？般若经里面。
先说比丘，然后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然后才讲菩萨。啊，你看什么问题都有啊！如果一般我们讲，一般我们听经不会这样，大概不会这样问的、啊，不会想到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些其实也有人会想奇奇怪怪的问题，啊，那就是说，那么这些问题有一些真的是可能有人问的，有一些是可能是龙树菩萨自问自答的，啊，因为他会把各种可能的问题都详细说出来，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啊，那这个以前的阿毗达摩也大概这样啊。那比如说四念处，啊，身受心法，身为什么放在前面？啊，那么法为什么放在后面？比如说阿毗达摩的第一个解释，软顶忍是第一，啊，这是四善根嘛？为什么是四善根？为什么不是三善根？为什么不是五善根？那么暖为什么在前面？啊，是第一为什么在后面？啊，反正就会讲这个了。那次序是怎么排的啊？那都会问这种啊，就是问到非常详细啊，就好像我讲举个例子啊，这个两个眼睛、两个鼻孔、一个嘴巴，为什么眼睛两个不是三个，不是一个？鼻孔为什么是两个啊？那嘴巴为什么是一个啊？那眼睛为什么在鼻孔上面？鼻孔为什么在嘴巴上面啊？如果要问，就会问清楚，问这一些啊，就是他的。那你看这里也是啊，他就列啊，这个菩萨。啊，然后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菩萨，然后就问菩萨为什么排在后面，啊，为什么不是排在前面？啊，那你从最上面数，从最上面数，啊，就是列，从最上面列，那要先列菩萨，从最下面列，啊，那菩萨也不是放在最后面了，啊，那所以为什么菩萨放在优婆塞、优婆夷后面？好，他现在就回答。那么从两种啊来回答啊，那后面啊有就是第一个、第二个两种来回答。好，那我们先看他说这个菩萨虽应赤佛啊，从六凡四圣来讲，菩萨是在佛后面的啊，因为他可以成佛。那菩萨其实也有凡夫跟圣者啊，也有凡夫圣者。不过大圣经典很强调，就算是凡夫的菩萨，都在阿罗汉前面，为什么？因为他会发菩提心，他未来会成佛，啊，那么般若经或是华严经的讲的说法就是，就好像王子，你看他很小，啊，但是他未来会继承王位的。他现在虽然不如那个大臣，但是他以后可以做国王。那你大臣啊，永远是大臣啊，啊，最高就宰相，最高就做到宰相而已，啊，可是现在。那个小王子不如你，可是等到他成为王子的时候啊，你又不如他了。所以从他未来可以成佛讲，即使是凡夫的菩萨，都在阿罗汉前面啊。那么是这样的理由啊。那所以他这里说，菩萨虽应赤佛，以诸烦恼未尽故。那他现在啊，现在说这个为什么菩萨应该在佛后面呢？啊，大圣经典都这么说的嘛。啊，那为什么在声闻，甚至在优婆塞、优婆夷后面，啊，列在后面呢？啊，因为我们知道列在前面的那个是重要的嘛，就好像你照相排在前面的，排在国王旁边的那个都是比较重要的。好，那么因为烦恼未尽，先说阿罗汉啊。这个第一个从断烦恼来讲，那菩萨烦恼未尽。那这个有两种说法啊，就是说《般若经》里面，那么有一种就是说菩萨得无生法忍，那么无生法忍就是忍而不正，就是还没有把烦恼断尽啊，这是一种说法，就是说他还没有把烦恼断尽啊，因为他把烦恼断尽了，他就不能来人间度众生了，那不能来人间度众生，他就不能成佛了啊，不能积极啊，这个福德智慧因缘啊，那么所以啊，他没有把烦恼断尽。那一种是说，其实无生法忍菩萨就等同阿罗汉，他把烦恼断尽了啊，那么以这个大悲愿再来的啊，他其实也把烦恼断尽啊，那但是他以他的大悲愿，所以啊，他不会成空自己啊，他会再来。依这个大悲愿来度众生
那这里说的就是说菩萨啊，因为菩萨基本上分凡跟圣，凡夫分两个阶段啊，一个就是初发心，一个是久修行。圣者也分两个阶段，一个是阿比巴智，一个是一生补处。那一般的说法，即使是一生补处菩萨，一生补处菩萨啊，那么都是啊，都是还有一分无明未断，还有一分的无明未断啊，到成佛的时候才真正把无明断尽啊。那有的说是烦恼啊，菩萨已经把烦恼断尽，还有习气未断啊。那习气基本上是不染污的无明啊，基本上是这样。好，那他说以诸烦恼未尽故，先说阿罗汉啊。那这个就是阿罗汉跟菩萨来比，阿罗汉断尽烦恼，那菩萨还没断尽烦恼啊。如果从这里来讲，那这个菩萨还有烦恼没断尽啊。那么诸阿罗汉智慧虽少而已成熟，诸菩萨智慧虽多而烦恼未尽啊。是故先说阿罗汉。第一个啊，那这个从断烦恼尽跟未尽来说，阿罗汉断尽烦恼，菩萨还没断尽烦恼啊，这是第一个啊。那么他说佛法有两种啊，现在在解释啊，解释啊。那么这个阿罗汉跟菩萨为什么这个比丘在菩萨后面啊？比丘菩萨在比丘后面啊？那他先解释，因为跟烦恼有没有断尽、清不清净有关。那底下他又有两种啊。他说佛法有两种，一个秘密，第二个现世啊。那这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现在都在讲秘密跟现世，先把大致的经文看了啊，再来看这个。他说现世，现世就是显示、显现啊，显示到秘密道。好，那他说显示当中啊，这个就是你现前可见的啊，这种种佛、辟支佛、阿罗汉皆是福田，以其烦恼尽无已故，都把烦恼断尽了啊。那这个秘密中诸说诸菩萨得无生法忍，烦恼一断啊。那现在啊，那这个显示道、现世道中啊，说这个菩萨烦恼未尽啊，阿罗汉烦恼已尽啊。现在这里没有菩萨，只有佛、辟支佛跟阿罗汉啊是断尽烦恼的，菩萨没有。秘密中啊，说诸菩萨得无生法忍，烦恼一断啊，具六神通，利益众生啊。所以就凡菩萨到底，比如说无生法忍的菩萨，到底烦恼是断了还是没有？那么这个会从两种中来说啊，那么就是现世中啊，这个菩萨烦恼未尽；那么秘密中啊，就秘密法啊中啊。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什么是。什么是显示，什么是秘密啊？那么烦恼已经断，而且具六神通，利益众生。那么以现世法故啊，这是说以一般的说法啊。那么就我们可以讲，就一般啊，一般所知的啊，跟特别啊的说法来讲。那么说啊，那么阿罗汉烦恼断尽，所以在前面；菩萨烦恼未断，所以在后面。那如果啊，就是以秘密说法来讲，秘密就是一般人比较不知道、比较不知道的了啊啊，就是只有特别的啊，那么比较有智慧的人啊，那么才会知道的啊。那这个是不一样啊。我们再来看这个你说的显示跟秘密啊，来看这个。那大智度论卷六十五啊，他说诸佛事有两种，一者密，二者现啊。这里就是所谓的，这里所谓的事现跟，我看一下，这里所谓的秘密跟现实啊。大智度论这里卷四的是秘密跟现实，卷四的啊，秘密跟现实啊，写在这里好了。他
他的说法是秘密跟现实。啊，那我们就对照啊卷六十五，啊，那么秘密的是诸菩萨见的，那么现实的是声闻人见的。那他前面说为什么这个菩萨列在声闻后面？啊，那这个现世道啊，就是这个有秘密道，有显示道啊。有时候讲秘密道跟显示道啊，就是它的道理啊，它的说法来说啊。那么佛、辟支佛啊、阿罗汉这三个是究竟的啊，那其他还没究竟，那是因为烦恼没有究竟。如果秘密说啊来说，无生法忍就把烦恼断尽了啊。所以如果从般若经来讲，也有这两种说法，就是。菩萨，我们刚才讲，就是菩萨证无生法忍，其实等同阿罗汉，他把烦恼都断尽了，他以大悲愿再来。另外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菩萨为了因为证了阿罗汉，证了阿罗汉就骄雅败走，啊，就不能再成佛了，啊，所以他不能把烦恼断尽，啊，那么他要留惑论证，啊，要忍而不证，啊，好。那他这里讲啊，比如说啊，他这里卷六十五的啊，因为这个是第一册而已，卷六十五应该是在第三本了，总共有十本吧啊，那第三本的第四本啊，就是卷六十五，所以我们就写下来。他说无数阿僧祇人得声闻道，啊，就是这个讲这个啊，就是说佛讲这个经的时候，那么有无数的阿僧人得声闻道，那也有无数的人众辟支佛道因缘。那么有无数的人发菩提心，有无数的人行六波罗蜜道，啊，那有无数的人得诸三昧婆罗尼，有无数的人得无生法忍，有无数的人得初地之实地，这个都是秘密道，这个你不知道的。那你能够知道的大概就是这个啊，这个而已啊，得声闻道哦，多少人啊？五千阿罗汉啊，你想这样啊？比丘尼啊，正道。那其他其实还有很多，这个是你不知道，比如说佛在这里啊，那么。这个说法，那么很多人啊证了阿罗汉，证出国恶国的，很多人发菩提心，很多人得无生法忍啊，类似像这样，这是没有列的，这是不知道的啊。那么很多人啊得初地乃至十地，得一生不处，得住道场即成佛啊，如是等不是一向迷密转法人相啊。那转法人的时候，你看这个得这个声闻道证出国恶果的啊，那么有很多是知道的，但是其他的有很多是不知道的。那我们再来看《杂阿含一二四九经》啊，讲木牛十一法的这一部经，他也讲到两个啊，隐秘法跟显肉法啊。他说你对隐秘法不能开发啊，那就是不能理解，不能了解啊，就是你不能开发，就是。开发他的深意啊，就是你不能了解他真正的意思啊。那显肉法啊，就是说，因为隐秘法就是你这个不是一文字语言就可以理解的，它内有秘意的啊。那所以你不能真正的去理解他的深意。那么对于浅白，就是文字上就可以理解的，那你也不能广问，就不能。贯通啊，不能这个做贯通，就是啊，不是只是文字上，还有其他的啊。那么你不能广问啊，那你不能理解他的深意，那你不能就是他这个是深意，这个是广义啊，就是没有办法。所以一甚深具义，自所知者啊，那你虽然知道，但是你不能广宣显示。那这个你甚深意你不知，但是你知道的你也不能广宣显示啊，那么市民不知度处啊。所以他这里就有所谓的隐秘法啊，隐秘法跟显露法啊，隐秘法跟显露法啊，这个秘是不是虫字旁的，是三字旁啊，隐秘法跟显露法。好，那刚才看到啊，自论卷一百的啊，这最后一卷啊，他说般若非秘密法故，复主声闻，法是秘密法故，啊，复主菩萨。他又讲到，这里有讲到秘密法跟非秘密法，啊，大圣是秘密法，小圣非秘密法，啊，那般若是我们说般若其实是啊，那么凡圣的差别，就是解脱不解脱的差别，啊，但是里面其实后面也有大小圣的差别，
显发菩萨广大行啊，他其实也有的啊，但是他这里讲啊般若，单单从般若来讲啊，那么他是秘密法啊非秘密法啊，非秘密法啊，这是这个声闻，声闻共声闻的嘛，这个是共声闻的。这个是不共生闻的，这个是唯一大乘的。啊，法华是法华的思想就是，啊，这个实唯唯有一乘，无二无三，没有声闻辟支佛，只有佛啊，只有一乘啊。那般若经里面还有三乘啊，那这个法华经里面只有一乘啊。那这个是所谓的秘密法啊。那所以护主菩萨啊，那大概。基本上这里，因为这里在讲所谓的啊秘密跟现世啊，就密跟现啊。好，那这样我们就会比较清楚，他这里所谓的秘密跟现世啊两种佛法啊。那么有时候讲啊，这个秘密就是密蕴以内的啊，难可见的是秘密，那么明显以外的。亦可见的，这个是现世啊，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从外表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就可以了解的，从文具上就可以了解的啊，这个是是现世啊。那么从外表不容易就看得出来啊，不容易就完全理解的，还要深一层去探讨啊，那么才能理解的，那么这个是秘密啊啊。那就好像这个人修密恨。密恨并不是说修密法，不是说这个人修密恨，是你看这个人的外表看起来不像是修行人，实际上他是一个大修行人啊，他修你不知道的啊，你看他在拜佛念佛啊绕佛啊，那么你就会知道哦，这个是在修行啊。那你看见他啊在那边整天啊有所好闲无所事事走来走去啊，这边谈天那边谈天，其实你不晓得他是在修行。因为他在度众生，你不晓得啊。那所以以前的有一个冬瓜和尚啊，那么也是这样啊。那么终日走街访，心中念佛法，念佛法啊，世人皆不知啊，别有一天堂。那这个修密恨啊，啊，就是人家不知道他是在修行啊，其实他是在修行。像维摩诘也是这样啊。那么去到那个云访啊，度那个度。枫叶长守啊，度那一些众生啊，人家说啊，你修行人怎么还往那边跑啊？那么看不出来啊，就是说从这个里面你不晓得啊，那你看他在大殿里面的拜佛念佛，哇，你就知道他很殊胜。那你不晓得他比他更殊胜啊，他去那边度化那些众生啊。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密蕴以内的，不是你从外表上啊，或是我们说从文字上、从文具上就可以知道的。那么这里其实也是讲这样啊，就是说为什么菩萨啊列在声闻众后面？那么他说菩萨没有断烦恼这件事，烦恼没有断尽这件事啊，那这个是所谓的现世啊，就是明显可见的，一般人说一般人知道的，但是还有一般人不知道的。其实菩萨很多都是无生法忍，是把烦恼断尽的，超越声闻的啊。那这个是甚至在断习气的啊。好，所以啊，他说秘密中菩萨得无生法忍，烦恼已断啊，具六神通，利益众生啊，这个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啊。那好，那第二个啊，那因为现世法，所以说阿罗汉，后说菩萨啊，就是就一般人所理解的了啊。复次，菩萨以方便力示入五道，受五欲，啊，就是菩萨啊，在五道中现为人，那么受人中的五欲，引导众生，就是释迦菩萨。释迦菩萨如果已经得无生法忍啊，现在讲这个问题，那么他不是已经得无生法忍吗？已经断尽烦恼了吗？啊，你说秘密道是这样的。那他已经得无生法忍啊，就算没有得无生法忍，他也离欲啊，清净啊。那么他已经是圣者了，他已经是圣者了。那他为什么啊，还像凡夫一样，
还娶妻，还生子。啊，那如果是无生法忍的菩萨再来，法性甚深的菩萨再来，他怎么还会啊有家庭生活，还娶妻，还生子？那么他应该一来啊，就年轻就到树下啊修行，寻师反道修行。对于这个无欲，应该他不会好药啊，啊，甚至有一些阿罗汉都是这样啊，年轻就可以修行啊，他对无欲都不好药，啊，像大迦叶就这样啊，是不是？大迦叶啊，他也娶妻啊，可是他修梵天呢，啊，他就是要修道的啊，他清净啊。那你看释迦佛是成佛的呢？他是菩萨，菩萨是无生法忍，不要说无生法忍，他是一生补处的菩萨再来的呢。他是法性深深，他怎么还会像凡夫一样啊？又结婚，然后又生子，然后才来出家修行，又去修苦行，又不知道招道理在哪里啊？大家说都不会去修苦行啊。那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好，那讲这个了啊。他说这个是为了要度众生的方便，为了要度众生的方便。那么入啊，就是入五道啊。那么在人中啊，那示现入五道，那么受无欲引导众生啊，五道中的人了啊啊，来引导众生。如果啊，在阿罗汉上面，诸天世人当生一怪，啊，如果你一生下来就表现得跟别人不一样，啊，非常殊胜，放光动地，然后啊，就怎么样怎么样。当然，释迦佛出生的时候也表现跟人家不一样，啊，走一般来讲，前面讲嘛，啊，走下来，啊啊，然后就人说话，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啊，然后来就跟完全跟人一样了，啊，那，啊。都跟我人文一样啊，受无欲啊。那所以他说，如果啊，那么不跟人一样，那么其他的人会奇怪啊。那奇怪，那也就是说他本来就是要来成佛的，那我们又不是这种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成佛啊。他本来就是解脱，他已经解脱再来的啊。那我们不是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像他那样啊。那像后来《法华经》就讲。这个其实他也不是来成佛，他是示现来成佛而已。他已经成佛了啊！那甚至有的经典说，来这个世间成佛已经8000次了啊！啊，那所以这个就后来就有很多这种解释啊，解释的说法。那如果从部派来讲，从大毗婆沙论部派来讲啊，释迦佛是在迦叶佛的时代发行的。那大圣里面来说，释迦佛是在燃灯佛的时代就得无生法忍了。那么大圣的菩萨在多率天已经是一生补处菩萨，他的阶位都比阿罗汉高了。无生法忍啊，基本上来讲是一生就是阿比拔智菩萨。如果来说了，阿比拔智不退转，不退转为凡夫，不退转为小圣。那么这个无生法忍菩萨啊，那我们说啊，一般来说无生法忍啊，如果依像这里说依秘密道来说啊，就是真实的说，那么他是已经断尽烦恼了啊，那么但是他还没成佛。那如果像依法华经这种来说啊，这个其实他已经成佛了，他已经成佛了啊，释迦佛已经成佛了啊，那么他只是来利益众生，所以又示现成佛啊，告诉大家他是怎么修行，是这样的。那但是如果一部派来说啊，大毗婆沙的部派来看啊，释迦佛是比较平时的，就是他还没有成佛，他是凡夫，所以像南传的菩萨是凡夫，北传的菩萨啊，就是一生补处菩萨啊，那么是圣者啊，他是不一样的啊。那南传弥勒菩萨还是凡夫啊，所以他生在天上，啊，然后在欲界天里面，然后再来成佛的时候才把烦恼断尽，啊，那么就是以金刚智啊，那么以金刚欲定啊，那么断最后的烦恼啊，就把烦恼断尽了。那个时候他才成为圣者，他是不一样的。那这个里面说到啊，当然这个大智度论是以
大乘为主的啊，那菩萨是无生法忍菩萨啊，那他是法性甚深，可是法性甚深的菩萨，他怎么会有受无欲？怎么还会娶妻生子啊？还有这种事呢啊？怎么还会在欲界上染着呢？啊，而且他又过王宫的生活啊，骑马啊，射箭啊，然后这个学习种种的这一些呢啊，那么所以啊，他说这个是因为啊，因为视线方便视线的，方便视线的，他不是真的这样子的。他如果不这么方便视线的话啊，那不能啊摄受众生，引导众生，所以他必须要方便视线，跟人一样啊，受五欲啊，娶妻生子。后来发现啊，这个家是束缚，才出家啊。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嘛，所以他要做引导的作用，他要视线这样啊，那这个这样才有办法啊，那利益众生啊。好，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他说在阿罗汉后可以啊，但是为什么你说在阿罗汉后好，那也可以，那为什么在优婆塞优婆夷后面呢？啊，那你说那因为这样理由啊，你前面讲的这些理由啊，那你把菩萨列在阿罗汉后啊，那可以说得过去。那你把菩萨列在在家众后面，那又怎么样解释呢？好，他说四众虽若未尽，尽在不久啊。这些四众弟子虽然还没有断尽烦恼，其实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啊。啊，那么有些还没有断尽烦恼，像出国、二国、三国的都还没断尽烦恼。但是因为我们说他前面讲嘛，这些都得四不坏性了 啊最低得四不坏性了，所以得四不坏性证出国的人，最多最多七次人天往返就会证阿罗汉啊。那么有的甚至啊没有多久就证阿罗汉了啊，证出国啊没有多久就证阿罗汉啊。那么有些是证出国之后没有，就是一下之后又证阿罗汉了，那有些就是一天，有些是一个月，有些是一年啊，有些是十年，有些是三十年，有些是临命中啊，然后一直到要死之前才证，有些是没有证啊，再来升天再来做人的时候才证，那最多七次人天往返一定会证。所以从这样来讲啊，就是他断尽烦恼，他一定会断尽烦恼，他已经是入必定句了，就是必定会断烦恼，成为死，就是断尽烦恼会得涅槃的众生，所以尽在不久，不管在家出家都一样啊，都就是一定会断尽烦恼，所以通明声闻众。其实声闻众，声闻的意思就是闻佛因声而入道的。那因为这些都是这些修行者都是听佛说法，听佛说法啊，那么而皈依三宝啊，依法修行而成就的。所以叫做声闻啊，就闻佛的法音啊而修行成就的叫声闻啊。那一般讲声闻跟菩萨啊，菩萨是发菩提心的啊，那不一样，菩提萨埵。那声闻是佛弟子里面闻佛音声而入道的。那么佛弟子里面啊，那么简单讲啊，就是四众啊，讲多了叫做七众。四众弟子都可以叫做声闻，四众弟子都可以叫做声闻啊。那我们说的啊，比较局限在比丘尼啊。那其实四众弟子都可以叫声闻，通明声闻众。那么若于四众中间说菩萨者，则不变啊。你要排班啊，那你说男众、女众啊，那你不能说照戒律啊，那这个男众，然后后面加一个女众，然后再加一个男众。然后再加一个女众啊，因为照戒浪啊不行啊，就男众先排，然后排女众，要不然啊会杂了，会乱啊，不方便嘛啊，男女要间隔嘛啊，那你说我的戒浪高，为什么要排在沙弥后面啊？不然你要排在沙弥前面，那你沙弥是男众啊，那你又把男女就相杂，然后这样也不方便，所以男众排完排女众嘛
那男众就造戒蜡，造生翅嘛，女众也造戒蜡，造生翅嘛。那你说不行，要造生翅啊？这个男众第一个啊，然后接下来女众的戒蜡高，还、啊、要排女众，女众排了三个，又排男众排五个啊，这样排，那这样也麻烦啊。那这里的意思也是这样啊。那所以啊，这个四众中间说菩萨啊，那这不方便啊。如比丘尼得无量律仪故，无量律仪就是具足戒了。应在比丘后，在沙弥前，啊，你看他如果从戒上来讲，啊，那佛以依法不变故，啊，在沙弥后，啊，那你不可能啊，就排比丘之后，啊，排比丘尼，啊，那比丘尼之后排沙弥，那是男女相长，啊，那你说比丘完之后就比丘尼，啊，那女众比丘尼之后就沙弥尼，啊，或是四叉摩那里沙弥尼，那这里也是一样啊，诸菩萨亦如是。虽应在学人三众上，啊，那么以不变故在后说，啊，就是照这个次第来说，啊，照这个男女，或是照这个类别来说，啊，好，我们先下课。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到看到102页，他说复次有人言啊，还有在解释为什么菩萨要在后面。那么也有人这么说，为什么菩萨在后面？因为菩萨的功德智慧啊，超越啊一切阿罗汉辟支佛，所以他不是在后面，他是在四众弟子之后啊，别说啊。所以他并不是在后面，他是在示众之后别说啊，再特别再拿出来说啊，因为这个菩萨的功德跟智慧不等同于示众啊，所以前面是一类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那么这是一类，那菩萨是一类啊，是别说。好，那这是解释为什么。为什么菩萨列在后面啊？那接下来解释啊，因为这个是因论生论啊，那说别说嘛啊，所以这个纯粹是因论，因为你这样解释，所以我又有这样的问题啊，这个叫因论生论，这个不是经中的问题啊，这个是论的问题。那大智论里面很多这种因论生论的。好，那么好，那你说。这个是别说，那为什么要别说菩萨众啊？那声闻经中都只有四众啊，那当然声闻经中没有特别列菩萨众，菩萨其实在四众里面啊，那就是四众里面这个比较发心比较大的人啊，那么优婆塞、优婆夷、比丘、比丘尼都有菩萨啊，其实是这样的。那现在为什么要啊，他说声闻经中但说四众啊，其实就是阿含经了，只有四众啊。那这里为什么要特别说菩萨众？他说有两种道啊，一个是声闻道，一个是菩提萨埵道啊，我们叫做菩萨道了。其实一般就分成解脱道跟菩萨道。那佛法里面基本上分作五乘三道。佛法分作五乘三道啊，我们这样写一下。佛法分作五乘三道啊，可以这么说啊，五乘啊，所以我们成佛之道里面有大乘不共法啊，三乘不共法啊，五乘共法啊，五乘三道。那五乘三道里面啊，它基本上是人乘、天乘啊，这个是人乘，这个是天乘。啊，那么声闻圣啊，辟支佛称，还有佛称，佛称或是菩萨称，从因说菩萨，从果说佛，或讲这个是从因中说是菩萨称，从果中说就是佛称啊，啊都可以啊，所以它又是菩萨称，又是佛称。那么从果上来讲，它是佛称。这个是从果上说。那这个人天称，我们简称叫人天道，叫做世间道，然后叫做世间道。啊，就是世间法，人天道，世间法。这个声闻辟支佛圣，我们叫做解脱道，啊，或叫做这里讲的声闻道啊，一般叫做以求解脱为主的，啊，这里有讲啊，求涅槃的有解脱道，这个叫解脱道，啊，他的法啊，我们把它叫做啊出世间法，啊出世间法，那这个菩萨称、佛称，我们叫它啊菩萨道，啊。啊，写在这里好了。啊，菩萨佛，嗯，这个是从因上说，
这个佛是从果上说。好，我们把它叫做菩萨道。或叫做佛道也可以，菩萨道和佛道都可以。有时候讲菩萨道，有时候讲佛道啊。或叫做佛道。那这个叫做四出世间法，四出世间法，这个是世间法，这个是出世间法，这个是四出世间法。那这里就叫做五乘啊，这里就叫做五乘啊。那么五乘佛法啊，那基本上是有三道。那现在讲的啊，就是现在讲的是这里啊，就是。菩萨道啊，跟解脱道啊，那这个是人天道，基本上是说端正法啊，这个是说出世法啊，是啊，一般阿含经叫做这个叫做端正法，这个叫做出法要啊，或是真善法。好，再来看啊，他说啊，那有两种道啊，声闻道啊，就是解脱道啊，菩提萨埵道啊，就是菩萨道。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众是声闻道，啊，那么菩萨摩诃萨是菩提萨埵道，啊，那是故声闻法中，经出无，佛在某处某处住，而所菩萨聚，啊，就是没有列菩萨众啊，啊，没有列菩萨众。但言佛某处某处住，以大以而所大比丘聚，啊，以。啊，1250大比丘聚，啊，以8000比丘聚，以5000比丘聚，啊，就讲这些，没有讲菩萨，啊，如说佛在波罗奈，啊，那么与五比丘聚，啊，就初转法轮，佛在迦叶城中，啊，迦叶国是迦叶城，啊，以千比丘聚，啊，那么佛在啊迦叶城其实是要度那个。度那个三迦舍里面度三迦舍啊，那么为1000比丘，因为迦叶三迦舍啊，那优罗平底优罗平底优就是优罗平底迦舍啊，那优罗平罗迦舍了，优罗平罗迦舍啊，迦叶迦舍啊，那么那提迦舍，这三迦舍总共有弟子1000人。啊，所以加起来就千比丘啊，为他们讲，啊，为他们讲这个燃烧经啊。那波罗奈啊，五比丘啊，鹿野苑啊，这鹿野苑啊，有五比丘为五比丘初转法轮啊。那舍婆提是舍卫城啊，那有500比丘。那主要是啊，这500比丘应该是舍利弗目犍连的500比丘啊啊，哎，没有舍利弗目犍连就250个人啊。那么这里是有500比丘聚啊。如是种种经出，不说与若干与菩萨若干人聚啊，就不列菩萨众啊，因为他这个是声闻法解脱道啊。那第二个，菩萨离世众别说的理由，他说诸菩萨有两种啊，其实菩萨是在世众中的啊，菩萨其实就是在世众中，有在家菩萨，有出家菩萨。啊，有比丘菩萨，有比丘尼菩萨，啊，有优婆塞菩萨，有优婆夷菩萨，啊，其实是在四众中。他说，菩萨两种，若出家，若在家，在家菩萨总说在优婆塞、优婆夷中，啊，菩萨不是在四众中别有菩萨啊，不是，啊，他就在四众中，啊，只是说四众中有求解脱道的，有求菩萨道的。啊，那人天道放在解脱道中啊，所以它这里有两种，那实际上讲应该有三种啊，就人天道、解脱道、菩萨道。好，那出家多数都是人天道的啊，要升天的，那么幸福的，未来幸福美满的。在家众多数是人天道，少数向解脱道啊，所以有为在家众修的
受的出家法啊，八关斋戒啊，这个是少数发出离心的啊。那佛说法也是先说端正法啊，布施持戒啊，施戒升天之法。然后如果他有真上心，再跟他说出法要，就是出离世间，出离世间的修行啊。那么就将他告诉他啊，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啊，是圣谛啊，让他可以得解脱的。那戒啊，就是他有出离心啊，就让他受八关斋戒少分的出家法，在家修出家法，在家受出家戒，这个是少分少分啊。那当然解脱道里面也有少分的菩萨道啊。那么有一些人除了自己要离苦得乐啊，那离欲向上啊，离烦恼向解脱之外啊，就自利跟利他啊，等一下再来讲啊，就是他还有要利益众生的这个大心啊，像佛一样啊，所以这种人就为他讲菩萨道啊。那就是说在家人当中啊，因为在家人是最多的，在家人当中啊，有出离心的啊，为他说出家法，为他受出家戒啊，跟他讲出离法啊。那么出离的有出离法的在家出家众当中啊啊，那出家众里面啊，本来就要出离的，出家就是要出离三界的，那么就啊为他讲啊，为他讲出离法啊。那在家众是想要升天的啊，那么就为他说升天法啊，或是做人幸福的法啊，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佛陀弟子基本上有在家出家，那在家多数都是要幸福美满的啊，这一生跟来生，所以叫真上身心嘛啊，这一生跟来生都要幸福要美满。那就跟他讲啊，不幸福的原因就是五逆五恶啊，那么幸福的原因就是啊五戒十善啊，所以啊叫把他跟他说端正法，施戒升天之法。那么你一直修行就可以现世来世幸福美满啊，或做人或升天，或做人幸福美满，或升天幸福美满啊，无欲自在啊，升天就无欲自在嘛啊。那做人有些人也比较容易无欲自在啊，就是经济不虞匮乏啊，那么家庭不会斗乱啊，那么身体不会短命多病啊，反正就这一些，那么幸福美满啊。那佛教里面的幸福是依五戒，那儒家里面的幸福叫做五福临门啊，它基本上是寿富康宁啊，长寿啊，然后富有富贵，然后身心健康康宁，然后有崇尚的，就是有崇高的道德啊，崇尚品德道德啊，然后没有恨死啊，就考重面受重，就是不会有恨死啊，意外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叫寿终正寝啊，就是那么不会有意外灾难恨死的现象啊。那么这个是他们所谓的五福，五种福报。那佛教的五福是建立在五戒上面啊，就是身体健康啊，那么生活富裕啊，那经济自主，生活富裕啊，身体健康，身心健康了啊，然后这个家庭和乐啊，那朋友信使，事业啊顺利啊，然后这个聪明啊，有智慧啊，那是建立在这五种上面的啊，那所以不太一样。那这个是为在家人说的，多数是这样说啊。那如果为出家人，他有出离心的，就告诉他啊，那你之所以轮回的原因啊，不轮回的方法啊，就是轮回的原因跟他讲了，你不要犯这个。那你之所以轮回的关键啊，就是因为有我，有我就有爱，有爱就起贪嗔痴造恶业，有业就要依业轮回啊。所以你现在要从我爱啊，那么断我爱啊，那么断我见啊。那从哪里断我爱呢？从境界中断我爱。那从哪里断我见呢？从身心中断我见啊。那即是这样啊，所以佛法常常会讲啊，那么在五蕴中如实知五蕴的生灭啊，在六路处中如实知啊六路处的极灭啊，其实就在境界中看见自己的贪爱烦恼啊，在身心中观察自己
的这个身心无常、苦空、无我啊，其实是从这两个地方下手的。那这样你就能得解脱啊。那这个是对出家众说的啊。那在家众里面啊，主要就是五戒十善、人天道。那在家众里面有更真上的、更真上的，我也想要出离生死。那么有这类的人，那么就为他啊受八关斋戒，修出家法啊，受出家戒，少分的出家戒，然后修出家法啊，也告诉他怎么得解脱。那么在出家众当中，比丘尼众啊，那如果有啊，除了出离之外，那在家众也有啊。如果除了啊，那么自己升人天或是自己要出离之外，因为在家众也有要出离的嘛，那出家众都是要出离的啊。那么在这一些要解脱的人当中啊，那么告诉他们啊，除了自利还要利他啊，就是菩萨法。所以菩萨其实是骗在四众弟子中的啊，其实是这样的。那加起来就简单讲就变成啊，那么所谓的声闻啊，因为声闻是前面讲嘛，四众都是声闻嘛啊，然后还有声闻中啊，那么有大心的、发大心的啊，菩萨摩诃萨啊，菩萨啊，所以后来就叫做这个菩萨道。这个是我们说它不一样啊。那所以他这里讲啊，那么若出家、若在家，在家菩萨总说啊，总说这个在又波色又波夷众啊，出家菩萨在比丘尼众啊。那今何以故别说啊？他说他还是要问，那为什么要特别说呢？说你不就在菩萨，不就在四众中吗？啊，他说啊，那他说虽总在四众中，应当别说。为什么呢？是菩萨必堕四众中啊，就是菩萨要不是又波色又波夷的在家菩萨，要不就是比丘尼的出家菩萨啊。除了这在家出家菩萨之中，没有其他的菩萨。当然还有一种啊，那么不是人的，是天的，叫做天菩萨啊。不过天菩萨也大部分，天菩萨大部分都在又波色又波夷当中。那么我们讲的又波色又波夷，主要是指人，但是天人基本上皈依佛陀也是又波色又波夷，就是天人了、啊。天人如果皈依了佛陀，他也是又波色又波夷啊，像龙王啊那种畜生的，那么即使皈依三宝，那还是又波色又波夷啊，它叫做净住嘛。又说波色又波夷叫做净住啊，就是净阿罗汉住、净解脱住、净佛住啊、净三宝住。那如果是啊，在家众里面受八关斋戒叫净行啊，就是这个净行是清净的行为啊。那个净住是净阿罗汉住啊，是不一样啊，就是他要学习出家法啊。那但是都在又波色又波夷中。那如果是有天人啊，那么也一样，他也在又波色又波夷中啊，其实是这样啊。那天菩萨即使是天菩萨啊，天人菩萨啊，人菩萨跟天菩萨啊，那基本上都是在家，也是在四众中了啊，也都在四众中。那主要在又波色又波夷中啊。所以他说啊，菩萨必堕四众中，四众不堕菩萨中。但是四众菩萨一定在四众中，但四众里面不一定有菩萨。四众尤其是声闻啊，所以他不一定是菩萨，就所以要别说啊，其实是这样啊。那么他说，那你不用别说啊，因为菩萨就在四众中啊。那你不能这样讲啊，为什么？因为菩萨虽然一定在四众中，但四众中不一定有菩萨。你说比丘菩萨一定是比丘尼或是又波色又波夷嘛，那你就不用再说了。不是，可是比丘尼又波色又波夷不一定是菩萨，那菩萨要不是比丘尼就是又波色又波夷，这是没有错。可是比丘尼又波色又波夷不一定是菩萨，有可能都没有一个菩萨啊。所以要别说嘛，不然怎么知道有菩萨啊。所以有四众不堕菩萨众啊。那我们说起来就是五乘佛法嘛，那就是三道啊，就是人天道、解脱道、菩萨道啊，其实就这三道。好，
那有时候会讲三乘，是声闻辟支佛跟佛乘啊，是三乘，不把人天乘放进去就叫三乘。讲二乘，我们讲三乘是声闻辟支佛跟佛三乘，那么讲二乘是声闻辟支佛二乘，讲五乘是把人乘跟天乘放进去啊。那如果讲总结来讲，讲三道就是人天道、解脱道、菩萨道啊，这个我们稍微要厘清一下。好，所以何者是有声闻辟支佛人，有求升天的人啊？求升天的人啊，就是求升天人啊。那么求就是有得，就是声闻人、辟支佛人跟求升天的人啊。那有求乐自活的人啊，求乐自活就是人称，求升天的就是天称啊。那声闻辟支佛称啊，此四种不堕菩萨中啊，所以加起来就是什么？加起来就是五称。这里再加上菩萨称就是五称啊，就是求乐自活啊，这现身幸福美满的，现身幸福美满的，或来生要作为人幸福美满的。那么有求升天，就是现身是人，来生不要做人，要升天的，啊，五欲自在啊，快乐的啊，美满的啊，那么这种人，所以求乐自我的是人称，啊，求升天的人，啊，那么是天称，啊，那么声闻辟支佛啊，这加起来就四称，然后再加上菩萨称就五称啊，所以有五称佛法嘛，那五称佛法修的都不太一样。啊，因为你这个目标不一样，你的修行就不一样啊。如果你是要求乐自活的人，就是你要这一生幸福美满，来生做人也幸福美满，那你的基本条件就是持五戒，先不堕三恶道。那五戒做得好不好啊？然后再配合你的善业啊，那么你就可以来世啊做人。那么如果你要升天，那么除了五戒是基本之外，你还要修啊两种天，一种是欲界下界，一种是上界色无色界，那一种叫做散善，一种叫做定善。那么如果是欲界的，那么你一定要修十善，依你十善的圆满不圆满，那么看你升天的品位啊，做天王、做天子、做天人啊，四王天、刀立天啊、夜魔天啊，就不一样啊。那么这个看你十善的圆不圆满。那如这个是下界的善善的散心的啊善法，如果是定善的，那个是色界天以上的，那么必得要有定啊，离欲，就是说你要升色界天以上，你必得要离欲有定，就是离五欲，你对五欲不染着，少欲知足不染着，而且必要有定啊，那个慈心要够广大，你才有办法生色界，没有了定，你都生不了色界，啊，色无色界没办法，啊，所以啊，这个就是你五戒十善的，然后再修定，啊，那么这个是人天法，这个是天的。那如果你要出三界，啊，这个都在三界里面。如果你要出三界，那你就必须要修戒定慧，要闻思修正啊，要无漏慧，啊，那你才能得四双八倍，啊，那。如果啊，这个是成声闻辟支佛的，那么如果你啊要成佛，那么你必得发菩提心。那要解脱啊，像声闻辟支佛是要求解脱的，这个要发出离心。那如果你要现世幸福美满，来世幸福美满，或是现世啊那幸福美满，来世升天啊无欲自在，那个你必须要发正上升心。那发的心不一样，修的行不一样，得的结果不一样啊，就发心修行正果啊，这我们稍微知道啊。那基本上佛法就大概就这些啊。所以他说啊，声闻人、辟支佛人、求升天人、求乐自活人，此四种人不堕菩萨中。这种不是菩萨，所以还要别说，所以要别说啊。所以黑故世人不发心言，我当作佛啊，这个就是发菩提心。啊，发的心不一样。菩萨发菩提心，菩提心这个菩提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菩提是正觉的意思而已。声闻也有菩提，辟支佛也有菩提，佛也有菩提。啊，那这个发的是无上菩提，就是佛菩提。啊，那不是声闻菩提，不是辟支佛菩提。啊，
所以他发的菩提心是要成佛的心啊。那成佛，你为什么要成佛？你证阿罗汉也解脱啊，成佛也解脱，都解脱，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劲啊？那么快一点的三生可以证阿罗汉啊。那么菩萨的话啊，那么一般的说法，快一点的都要三大阿僧祇劫才可以成佛，三生就可以做的事，为什么要到三大阿僧祇劫啊？都解脱啊，那为什么要会三大阿僧祇劫？因为要度众生，所以菩提心是建立在大悲心上面啊。那没有大悲心就没有菩提心啊。为了成佛，纯粹是为了要利益啊一切的众生啊，所以才要成佛。如果只要自利啊，那么断烦恼就好了，三生就可以了啊，总熟脱三生就可以了啊。那如果要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啊，你自己要遮风避雨的啊，三天就盖了。你要让100万人啊，所有的人都来遮风避雨的，那你可能要盖10年20年啊，那3天30年才盖得成，才能够让很多人都可以吃得饱、穿得暖、睡得安稳啊。那这个可能要30年啊，积30年的这种建筑以及功力以及财富啊，那么才能够完成。所以成佛是为了要度众生，那么你要能够这样无量无边的度化一切的众生啊，那么必须要无私无我的心，所以就后来就有所谓的大圣三心嘛，学佛三要啊，菩提心要成佛的心是建立在要度一切众生的心上面，所以大悲心，所以菩萨以菩提心为根本，菩提心以大悲心为根本，没有大悲心就没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就没有菩萨，没有菩萨就没有佛啊。所以为了成佛，为了度众生要成佛啊，所以发菩提心。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成佛度众生？那第一个就是要有性空见，就是要无所得心，就是要无私无我的心。无私无我，第一个你不会退转为凡夫，你没有夹杂烦恼啊，你的心啊是无所得的，无所求的，所以你会利益一切众生。你不会说这个众生跟我不好，我不要度他，我没有能力度他。你既有能力，也有那个意愿，没有拣择的度一切众生。所以大悲心要建立在无私无我的心，就是无所得心，我们叫做性空见上，啊，性空就是无我的嘛，啊，所以成佛以菩提心为根本，啊，菩提萨埵就是发菩提心要成佛心的人，啊，那么菩萨道以菩提心为根本，有菩提心叫做菩萨，没有菩提心就不称为菩萨。就算你是三明六通的阿罗汉啊，那么自己解脱的辟支佛，你都不叫做菩萨。就算你断一切烦恼，你都不叫做菩萨。你只要发了菩提心，就算你还是巨夫凡夫，有一切烦恼，你都叫做菩萨啊。所以是不是菩萨道，看有没有发菩提心。那么为什么要成佛？为了要度众生，所以菩提心是建立在大悲心的上面。那怎么样才能够度一切众生？当然要有般若道，要有般若慧啊，所以要有性空慧啊，要有无我无私的心。所以我们现在啊，所以他都般若经都是三心行六度嘛，三心行六度，菩提心、大悲心、无所得心啊。那印顺老师就是说学佛三要啊，这个菩提心、性空见。就菩提愿、性空见、啊、大悲心、啊、就三个、啊、这个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啊、所以他这里讲这个人不发心说我当作佛，就没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所以四众里面、他就只是四众，四众里面发菩提心的就是菩萨、所以要别说吧，你不别说你四众就四众了、但是菩萨就是四众里面发菩提心的啊，所以他在四众外面别说菩萨啊，他要解释这个理由了。好，然后第二个啊，他说得菩萨得忍，得了无生法忍啊，就不是众生了啊，他是圣者了。他说菩萨得无生法忍故，一切名字生死相断啊，生死相去就是烦恼相了，去就是断尽一切烦恼了啊，那。因为为什么说一切名字生死相断？因为有生死才有一个名字嘛，你生出生的给你一个名字嘛，啊，那你有一个相嘛，啊，
因为一个我相人相，那个就是生死相啊，啊，因为有生就一定有死，啊，那么你有出生就一定有死，那有一个名字啊，那就算你没有给人家也给他取一个名字啊，这是一条虫，这是一条蚯蚓，啊，反正就是会都有一个名字，出三界不堕众生数众，啊，那菩萨其实是出三界的，但他又不是真的出三界，就是说他的烦恼他是出世间的。他已经断无生法忍，已经断尽一切烦恼了。他是出世间的，但是他又不真正出世间，因为出了世间，他就没办法度众生啊。众生一定在世间里面啊，众生在三界里面啊，三界外哪有众生？三界外就没众生了、啊。所以你要度众生，一定在三界外。那阿罗汉出三界了，也不需要你度了、啊。所以菩萨要度众生，一定在三界内。那但是他断尽烦恼，他又不在他的这个状态不在三界内，但是他为了度众生，他又必须在三界内，所以叫做世出世间嘛，啊，他既在世间，但他又出世间，他既出世间，他又在世间，那阿罗汉就是要出世间，啊，那这个人天。他就是一般的众生，这个是一般的众生，他就是在世间，他没有出世间。那阿罗汉辟支佛啊，这个二乘他一定是出世间，他未来一定会出世间啊。那菩萨的话，他可以出世间，他不出世间啊，他的状态是出世间，但是啊，他的愿力是在世间啊，是这样的。他的心清净是出世间的，但是他的愿菩提愿度众生的愿，所以他在世间，所以叫做世出世间嘛，世出世间法。好，那生死相当出三界不堕众生数众，他不是一般的凡夫众生啊。那么何以故？他说：声闻人得阿罗汉灭度矣，尚不堕众生数众，何况菩萨？那么声闻人里面要证阿罗汉的灭度，就是无余涅槃啊。那么证了无余涅槃，就不再来了，不再有生死啊，不受后有了，不受后有，他就没有出生啊。你怎么，他就不是众生了、啊，众生就六道众生啊。那么生死轮回，那么你证出果、二果、三果的都在六道呢？出果的还有七次人天往返，他不会堕三恶道。他顶多就是堕两道，人道跟天道。那如果六道里面阿修罗，他也不会堕，啊，他顶多就是人跟天，人跟天。那如果是恶果的，啊，也是人跟天，啊，但是他一次出果的最多有七次，那么生这个恶果的最多一次，三果的不来人中了，但是还在天道，无不凡天，无凡无乐，善见善现色究竟。色界的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啊，这几天最高的啊，这几天里面就在那边证阿罗汉，就不再来了啊，就不再有形象，不再来了。然后阿罗汉，如果是阿罗汉，这一生尽了，我生已尽，犯愿已立，所作一半，不受后有，就不会再来三界了，就出三界。那出果、二果、三果，决定出三界，不堕四恶道，但是一定在人天走。那三果。不堕五道，在天道，而且只在五不还天，啊，但是他还是有啊，还是众生，只要在三界里面都称为众生，啊，众缘和合而生啊，那么不在众生数中，啊，那何以故？声闻人得阿罗汉灭度矣，尚不堕众生数中啊，何况菩萨啊？那菩萨已经把烦恼断尽了。啊，那么，但是菩萨趁愿再来，显现为众生，显示为众生，但实际上不在众生上树状中，啊，因为如果这里说的就是无生法忍菩萨把烦恼断尽了，啊，他就不在众生树中，因为众生是有烦恼的，就是具夫凡夫的嘛，或者啊，他是有烦恼的，还余有烦恼未断的。啊，那都会成为三界众生中的一个，只要在三界里面，就在众生数中，就是你只要在三界内，
那么就必然是属于众生的一类。但菩萨比较特殊啊，这个纯粹指无生法忍的菩萨，那这个初发心九修行还是众生数，还是众生数。那么无生法忍的菩萨不堕众生数啊，他不属于有烦恼生死的，他不依业轮回的，只要是众生三界内都是依业轮回，都是依业轮回。那么菩萨不是依业轮回，他是乘愿而来的，那不太一样啊。所以他说这个阿罗汉啊，那么不堕众生数，何况菩萨，那当然也不堕。好，那这里讲到有四，就是有几种人，四种人。那我们啊，先来看啊，这里说的四种人啊，各个经论里面的列的啊，《大智度论》卷六十一也讲到四种人啊，就是我们对照啊，凡夫、声闻、辟支佛啊，这个是求世间的，这个是求涅槃的，这个是求佛的啊，这个我们叫做无上菩提啊。成佛的啊，那所以这个是发真上圣心啊，求世间的，这个是发真上圣心。这个是发心，是发真上圣心，这个发心是发出离心，这个发心是发菩提心。他发心是不一样的，那发心不一样啊，修行就不一样啊。发真上身心就要修什么啊？修五戒十善啊，看似人跟天啊，五戒十善世间的啊。那么世间是三界，三界六道啊。三界里面主要是人道跟天道，三界的人天，这三恶道就受苦了啊，三界的人天的热。三恶道就苦了，就没有什么乐了啊。那或者六道里面把阿修罗道也算进去，四恶道啊，就发真上圣心，那修五戒十善，然后才能够离苦得乐。那么这个是要修戒定慧，三无漏学。这三学八正道了啊，三无漏学，三学就是戒定慧，这个是要修三学八正道，这个是修五戒十善。那如果要升色界天的话，上界的话，那还要修定啊，定是属于定善，这个是善善啊，那这个基本上五戒十善只是善善。好，那么出离心三学八正道，如果这个菩提心的话，要修六度四摄啊。那一三心啊，六度四摄，刚才我们讲啊，那这个菩提心是以大悲心为根本，那大乘佛是以成佛，大乘是以菩提心为根本，大乘以菩提心为根本，菩提心啊，应该这么说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大乘啊，就是菩萨乘，我们讲菩萨乘啊，那么是以菩提心为根本啊，就是菩提心就是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菩提的心啊，以菩提心为根本，菩提心为根本，菩提心是以大悲心为根本，主要是为了要利益一切众生，大悲心以无所得心为根本。那这个《学佛三要》里面把它叫做菩提愿，大悲心、性空见，那么。这个《维摩诘经》把它，这个《大般若经》叫做一切自智，《维摩诘经》把它叫做菩提心，《维摩诘经》它也是讲菩提心、身心，这个是身心，这个是执心。如果依《维摩诘经》啊，它不是讲吗？
执心是菩萨道场，啊，身心是菩萨道场，菩提心是菩萨道场，啊，是这样啊。那么，如果《大般若经》里面啊，这个叫做一切自智，一切自智相应作意，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啊，就是发菩提愿呢，相应作意。这个叫做大悲为上所，这个叫做无所得为方便，啊，就这个是大般若经里面的啊，大般若经里面啊，无所得为方便，是菩萨的善心，以无所得为方便，以大悲为上所。以大悲为上首，以无所得为方便，一切自智相应作意，行三依三心行六度，啊，《金刚经》的说法就是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那么这个是《大般若经》里面的，这个是《维摩诘经》的，啊，就不同的说法，但是是一样的道理啊。这个是《维摩诘经》里面的三心，那《宝积经》也有啊，但是《宝积经》讲的比较多啊，但是也一样是讲这个三心。那么《大般若经》里面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维摩诘经》里面的菩提心、身心、执心是菩萨道场啊。那么这个一般说的啊，这个是菩提心、大悲心跟无所得心啊，那这《般若经》里面的啊。那么这个一般的说法啊，那么地顺导师的《学佛三要》里面啊，那就把它叫做菩提愿、大悲心、性空见啊，或叫做空性见啊。那这我们稍微知道啊。那这里讲了四种人，那菩萨摩诃萨、菩提萨埵啊，摩诃萨就是大菩萨啊，那么都是求佛乐、发菩提心的，他是发菩提心修六度四摄，那么成佛发出离心修三学八正道一戒定慧得解脱啊，发真上身心依五戒十善塑人升天无欲自在幸福快乐啊，大概是这样啊。这个是有四种人，那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四种是比丘、比丘尼，那个是四众啊。那基本上有这四种：凡夫、声闻、辟支佛、菩萨啊。那这里把人天放进去，那就是五乘了，就是五乘这里啊，人跟天啊，人跟天，人道、天道啊。然后这里就是四乘嘛，声闻、辟支佛、菩萨，然后这一个就四个，然后即使合起来就是五乘。那这个叫做四出四间，那。菩萨里面，因为菩萨里面有分凡夫跟圣者啊，菩萨里面有分凡夫跟圣者，那么这里讲的是无生法忍的菩萨啊，凡夫跟圣者。那凡夫有两种嘛，凡夫两种啊，一种是初发心的，一种是久修行的。那圣者也有两种啊，其实就是最初的圣者菩萨，最初的凡夫菩萨是初发心菩萨，那么凡夫中最后的叫做久修行啊。那么这个久修行之后，最初的圣者菩萨叫做阿比跋致菩萨，那阿比跋致菩萨一般就叫做无生法忍菩萨了，他就叫做无生法忍菩萨啊。那么无生法忍菩萨啊，我们说过一般的说法啊，就是他还有烦恼未断尽，但是也有说他就是把烦恼都断尽了啊。那么最后生的菩萨叫做一生补处菩萨，下一生就在成佛了，像弥勒菩萨啊，下一生就来成佛了啊。那么这里是以无生法忍为主的啊，那么他不会退为凡夫，不会退为小圣，而且他已经断尽烦恼，虽然断尽烦恼，他仍然啊在积极成佛的功德啊，积功累德要成佛，所以他还在三界里面度众生，所以他是四出世间法啊。那其实是这样的。好，那这里讲到啊，这四种人，那十住毗婆沙啊，十住毗婆沙啊，这个是十住论毗婆沙，十住毗婆沙，这个智论就是大智度论啊，我们就是简称啊，都是这样就好。十住毗婆沙论啊，据说也是龙树菩萨写的。一十住毗婆沙论是依十地，这里的十住就是十地，华严经的十地啊。那么依十地里面，他只解释到二地而已，后面就没有，就是不是没有解释，没有翻译啊，那所以就不多啊。那么有四种人啊，
这个又不一样了啊，自利的、利他的、共利的跟不共利的啊。那我们如果来讲，就是自利、利他、共利，就是自他共利、自他共利。那么自他共损，损人不利己。我们来讲，就是损人不利己的啊，那个是利己啊，但不损人啊。那么这个利人啊，但不利己，那么自他这利人又利己啊，利人又利己，不利人又不利己啊，那基本上是这样啊，不利人又不利己啊，就不共利，对自己没有利益，对自己也没有利益，对自己有利益，对别人有利益啊。那菩萨道里面是自利才能利他，利他亦能自利。啊，比如说你布施给别人，啊，那么你就有布施的功德，啊，那你这个看起来是于自有损，其实于自有利，那对他也有帮助，对你也有帮助，啊，你起欢喜心啊，你未来也有福报了，啊，其实是自利利他的，啊，其实是这样，那我不伤害别人，但我也不去帮助别人，啊，那这纯粹只是自利的。啊，就是说我断我自己的烦恼，但对于别人的烦恼，我能帮就帮，不能帮我就算了，啊，那么一般来讲，声闻人基本上是这一类的，比较重自利的，啊，那么世间人啊不一定，就是凡夫的菩萨有时候重利他，啊，那么自己不自利那也不行啊，就是自利利他共利的，啊，那基本上是这样。他说能行慈悲，啊，这个共利的自利利他的啊，基本上就是自利利他。啊，自他共利，啊，自他共利的人，人行慈悲，慈悲一定是对人，啊，对人，那么对众生啊，不一定是人了，啊，劳役于他，啊，名为上人，啊，这个最上等的人，啊，最上等的人，啊，那么这个叫做上人，啊，那么这个是自他共利的。诚实论也讲四种人，啊，就诚实论，诚实就是诚实论，啊，他讲四种人。啊，也类似像这样啊，他也是说引经说了，啊，有经这样讲啊，他说人自利不能利他啊，类似像这样，人利他不能自利，人自他俱利，自他俱不利啊，就是基本上跟十住毗婆沙讲的一样，都是引经的了。好，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啊这四类人的这个说法。好，那么。他说菩萨得人非众生数，这个也是因论生论啊，因为前面说菩萨得无生法忍就不在众生数当中，所以前面也是因论生论啊，就说因为菩萨要别说，他不是在四众中吗？为什么要别说？所以就有这样的论，那这样的论解释了，又因这样的论又解释啊，那么又延伸出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延伸出这个问题，从问题的问题中，问题的解答中又延伸出一个问题，啊，所以因论中论而生论，那好，所以他就那你说这个菩萨啊不堕众生数，啊，那里面啊，然后所以他讲啊，他说他底下又讲。他说：“如啊，那前面就那个为什么菩萨要别说来说了啊？那菩萨别说来说啊，那么这第二个答案了啊，他不是说在引发一个问题，不是，这是他回答的问题啊，就是菩萨为什么要别说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不是他另外的一个问题啊。好，他说复次啊，所以复次就是从为什么。”要别说啊，因为他前面讲是你说要别说嘛，那说为什么他不在四众中嘛，为什么要别说啊，然后他说因为他不堕啊四众中啊，那么他为什么不堕四众中啊，这个是因为问题他回答的啊，就是龙树菩萨自己说的啊，他说菩萨得无生法忍故啊，无生法忍的菩萨啊，我们说他这里比较重在他已经把烦恼断尽了，一切名字生死相断啊，就没有烦恼了，出三界了啊，所以不堕众生数，何以故
啊，声闻人都不堕众生是何故菩萨？然后底下就举啊，波罗眼，波罗眼其实就是彼岸道品，波罗蜜叫做到彼岸，波罗眼就是彼岸道品。彼岸道品基本上在经籍里面是最早最早结集的佛法啊，佛在世的时候就有结集佛法啊，就是像彼岸道品、异品啊这一类经籍啊。那么南传的基本上放在小部里面。那因为这个是在僧团及在民间都有结集了，所以大家设结集的时候，很多就没有在结集。那么基本上像经集或者是法句经这一类，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还在还没入涅槃的时候，就已经有结集了啊，就已经有比丘在诵了、诵持了、受持了。那么他这里举的是啊，彼岸道品里面啊，我们看到波罗眼就是彼岸道品。彼岸道品里面有很多啊，很多的这个寄颂，就是很多的经句。这个是优婆塞，优婆塞，优婆塞是一个人啊，那翻译做乌婆，乌婆斯婆啊。彼岸道品经句里面翻译做乌婆斯婆，他是优婆塞。那这个难中记其实就是问难问答了。就是问向佛问难啊，其实就是向佛提问，佛回答的。所以他大智度人容这个鸠摩罗什大部分都是翻难中记，难中记其实就是他问佛回答啊，就是这一些人问里面有很多人啊。那不婆伽这个一个婆罗门有16个弟子啊，其中有阿育多，有弥勒。那么去问佛，那么佛回答他的啊，那么所以叫做难中记啊，难中记。那这个难中记里面啊，那么经籍里面啊，主要是在1075跟1076。那我们稍微看一下，下次再讲吧，因为时间到啊，不要稍微把它看一下啊，下次再来从这里讲。这彼岸道品里面啊，那么这里的经文是基本上是啊所谓的啊。以灭无处更出佛，若以永灭不出佛，即入涅槃常住佛，唯愿大智说其实啊。后面啊，其实他另外的翻译是这样啊。那么基本上在讲这些阿罗汉入灭了，他到底是存在不存在，怎么样的方式存在啊？那讲这个问题。好，那因为时间到，我们先讲到这里，下次再从这个波罗眼啊，这个难中优婆塞的难中记中啊，来讲这两句啊。那重点其实是在讲啊，那么入了涅槃到底是什么一种状态啊？那么因为涅槃是很难说的嘛啊，那这个是引这个声闻证阿罗汉的，因为阿罗汉入于涅槃不在众生数。那无生法忍的菩萨虽然没有入涅槃，无生法忍菩萨不入涅槃哦，但也不在众生数。那么证了阿罗汉得无余涅槃的人不在众生数，那么得无生法忍没有入涅槃的菩萨也不在众生数。那现在在探讨那这个入涅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不堕众生之灭度不堕众生，那探讨这个涅槃到底是什么？好。那么我们今天就时间到，先讲到这里，下次就从啊这个波罗言记开始说。好，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